随所吊挂的白条完成整个生产流程。在生产线的尾端安装有激光灼刻设备，白条经过激光器时，工控机读取 RFID 信息，自动与批次匹配，并将批次码灼刻到猪皮上，所灼刻的激光标识清晰不可涂改，监管部门和消费者通过肉眼观察、触摸等简单的方法。